我才有抗争，军队有军纪，预备，唱。国家有钢枪，军队有军旗，军旗是军队的命脉。一三民天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我叫你唱军歌，你唱什么流行歌曲？报告，我抄我来的，抄我来的。我看你泰国来的吧？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妖。国家有钢枪，预备，唱。国家有纲常，军队有军纪，军纪是军队的命。天，你有病是不是？你莫名其妙啊！哎，老开，小鸡鸡，哎，你不进来休息哦？你们是太闲着。那个呀，啊，你头前大，你敢会变烤鸡？我看你们也剩一张嘴了啦，连躲避球都不会打的霸咖。哦，我们是不太会打躲避球了，但是我们会打另一种球。喂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、啊。刚刚好而已了，谁让你捡到我的钱不还？小鸡鸡变落汤鸡喽！陆生叶大同。是我第一次投资，投资，你在偷钱啊？啊，变蛋啊！哎，吼吼吼吼！陆生赖虎做第一次投资，投资，还问到底背黑锅？不是水球很厉害吗？怎么丢不到啊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丢不到丢不到丢不到！好，我们四个一起丢，我就不相信丢不到他。水球只有赖虎一个人丢，很好，当我是白痴，不想休息嘛？好，有些人就是很奇怪，有午睡给你睡不想睡，有冷气给你吹不想吹，更奇怪的是做错事情还不敢承认。你们几个就在这边罚站到全连起床为止，还有要是让我看到你们的水球破了或是掉了，我敢跟你保证，从那一刻开始你一定会过得很痛苦。各位午安。在笑什么？新兵吴天良在此抽签，右手抽签，手中无签，抽签。海谷哥，都快要结训了，还左右不分啊？左手抽签，手中无签，抽签。十号，确定十号无误。签号十号，马祖防御指挥部步兵营第一连。肖德基，有你不抽的，要抽。
侧击，你手痛啊？抹那么多绿油精干嘛？西藏绿油精，保证抽到两圈。新兵下的鸡，左手抽签，手里无签，抽签。肖德基，你当初过年在摸彩啊？你要摸多久啊？班长，我有感应，给我一张最好的钱。哎，有了！600号。疯了的，都跟你讲了，总共10个人就是10支签，哪来的600号啊？你看错了吧？是9号，确定9号无误。千号、9号，东引防卫指挥部炮兵群野战混合炮兵营，炮兵。肖德基，东引不错啊，那里海风很凉，刚好符合你的需求，凉缺啊！哎呦，慢点，我摸到绿油精的啦！好辣，到了那里更辣，回去吧。慢点，自作自受。哎，你看，姐妹蒸飞弹，啊，姐妹这炮灰了，我给他串凉。邱有顺，你聊完了没啊？肖德基，来，班长，有些同学也在东引服役，所以我对那边的状况啊，也算是略懂略懂。真的？嗯，送你8个字：沧海一粟，穷山恶水，正好适合你这样的人去锻炼。希望你退伍的时候能够功在国疆。不练。谢班长。是，这个给东引了。对啊，这阵马祖你也敢请嘞？你给你保庇，对啦对啦。哦，谢谢。真马祖，感动，感动。安尼就了，就太多了。刘尔基，有，就你了。抓他！教官，对不起。小秀，回去重出来一次。神经病！笑了。出列。是。请站到我的左手边。现在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手腕被抓制服法。假设这位弟兄是歹徒，站在我的正后方，请用你的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腕。这时候，手掌反抓，退左脚。上右手，进右脚，这时候猛抬猛踢。没事吧？教官，你可以扶我起来吗？哎，肖德基，你慢点给哦。没事。很好，我们现在来示范连续动作。歹徒请出手。哇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请入列。国家要改造。笑什么啊？笑我知道。部队听口令，踏步，走。哎哦。
哎哦，国家要抗争，军队要前进，预备，走！国家要抗争，军队要前进。尤其是第五班，你们有这症状多久了？有病是不是？叫你们唱军纪歌，可以唱到夜袭去？谁叫你们唱夜袭的？肖德基，哟，主任，谁叫你唱夜袭的？报告班长，歌词拿错。拿错？我看是看错了吧。陈建斌，向后走。李亚彤，把歌词拿给我。回去，陈班长。停！过来。干什么啦？不要动！看什么？怀疑啊！回去。平常叫你们背歌词，不背。现在正战官在上课，你们就给我丢脸。尤其是你，踏步走。一、二。国家要抗争，军队要军纪，预备，唱！国家要抗争，军队要军纪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，一三民族。停！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我叫你唱军歌，你唱什么流行歌曲？报告，我抄我来的。抄我来的？我看你泰国来的吧？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妖。国家要抗争，预备。唱！国家有纲常，军队有军纪，军纪是军队的命。停！你有病是不是？你莫名其妙啊！这样唱军歌乱唱，你再乱唱的话，他一定会叫你去安官桌前面罚站。对，好好唱啊，不要被第五班传染。好，还有我跟你说，正战官的课，不是我还没说。